哎呀，憋死了哈！那气蒙了。老二，我回来了。嗨，采购了。嗨，看看这啥，你吃不了。谢谢。这大豆腐都酸坏了，直接就蘸酱吃。做点啥呀，中午？不知道呢。凤哥买了点熟食，一会儿直接就吃了呗。老给你买的这个。蛋。鸡腿，我妈说你爱吃这玩意儿，放着能就搭着牙吃。今天中午你做菜呗？啊，你做菜还是我做呀？我还准啥？炖点大豆腐，孟哥买的熟食，咱就吃吧。人都出来了，放了，热点饼是吧？你有啥干啥？哎呀，那三个到那儿就懵了。咱下回再去买了，买太多了，一回吃不完了，该坏了。对，下回有经验，三个都不是做饭的人。啊，你别把我说进去。俺们一到那儿就完了。马爪，这是我点名要吃的干豆腐卷大葱，一会儿你蘸点鸡蛋酱。这里边是上回来我妈烙的饼，给它热上了。就这么热一下就行。吃这么多菜，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是吗？好大一个，那个一会儿我尝尝。嗯，好吃。你吃什么活肚子？不吃。咱们在市场吃的那个小摊儿的毛蛋不就这玩意儿吗？啊，毛蛋我不敢吃。我不吃带毛的，我都吃那种。对对，实在。黄的，嗯。我喝这汤，我第一回进鼻子瞪眼睛了。好。来，小妹。大豆腐，大豆腐好吃。我的干豆腐卷大葱，你不吃一个？尝试一下，吃这个啥事儿？没事儿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跟想象不一样。嗯。我第一次感觉得老难吃了。嗯。好不喝啊？好喝，带咸蛋味儿的。里边肉老香了。今天这是吗？嗯。里面有肉吗？有。哎，不行了，我有点吃多了。吃多呗，一会儿吐呗，吐出来就好了呗。你是不是得把我当可乐呢？吃多就吐。嗯。那是可乐生病了，我没生病。今天是不是吃俩活珠子？那不吃不吃，造俩。那真好吃。那我就让你把这些全桌子都吃没。我啥肚子呀？我刚啊。啊。大刚。我是大刚啊。啊。来吃干豆腐。